我跑回远点，是吧？你活着吧，你把谁和谁接来的？我有江南的朋友，这个月就我这样子算了，这个钱的多少钱吗？一般我就我有文化，我怎么见这个？你报警就行，报警就行。你不接我电话，我当然报警了。你报警就行，欢迎你报警。私下里调解，你都不理我，你不要脸吗？这珠宝卖的极干，这出去后说是车肚子不舒服，那么你就把你吃剩下的极干，因为那有小时候也早上给你唱拿过来，现在只要是喝酒起来，我给你退款出。今天嘞，已经半年了，不是把极干都了半年了，给我拿回来了。服务员嘞，200块钱送了个送的手机，200块钱消费了32块钱，想把剩下的不60多退了，送的手机不让我付钱，意思是他消费了30多，送的这手机。